阿乔，小心！看起来这山受大雨冲刷，许多地方都崩落了。路况不佳，他们的行踪有点难找。对了，阿奇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找出正确的路？木易姐姐就靠你救了。 这里有一处行走的痕迹，看这样子还很新，一定是他们。走，快跟上去。 做得好，做得好！果然是天人呐，其他人可关牢了。是的，就等那些人来取货了。好，好，好！<笑>乖宝贝儿，还认得我吗？是你。 说过了，泥人的水不能喝。其他人应该也被抓了吧？手纹持有者出问题，会对天门封印造成危害。司空宇，天人啊，乖宝贝儿，别生咱们的气。 我呢，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多了解了解你的来历，弄清你的价值之后，我才好向那些人重新要个价。其他人呢？原来你也会关心人，要不要我帮你杀了这些人？不过你明明自己也有能力动手，或者你不忍心。
宝贝儿，你放心好了，那些迷药吃不死人的。说起来巧，要不是我听说了天湖的神人传说，才到这里替那些人处理一块烂木头，我也没机会再遇到你。果然是我的就跑不掉了，这次可是你自己跑来给我捉的，这一趟可真划算啊。烂木头是剑木原型木身，他也在找。乖宝贝儿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这绳子可是那个叫向柳的用什么西戎秘术炼制出来的，别说是天人，就算是天神也得乖乖让他绑着。等我把天人、神人和那块木头一起献出去，那咱们一族的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放开他！你们不是说关牢了吗？算了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追到这里来。多么感人的情谊呀、啊！不过我不会再让你们毁了我的生意。至少那木头的背壁不能赔去。走，他们往山上逃了。沐月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快，那个向姐儿似乎也在找芥末原型木身，我们赶紧往山上追去吧。动作快，进湖里去把那块烂木头拿出来。
拿完了我们好走人。那些人要我把他扔到这座大湖之中，说是要聚什么鬼灵气，而且一等还有十天半个月。虽然还没到那些人所指示的时间，不过应该也还好，反正我不说他们也不知道，有没有作用我才不管。但要是现在不走，被天人那些同伴追上坏了事，我一个卑鄙都拿不到，这才惨。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？救命！快走，不能让他们先夺走木身。刚才传来水声，或许我们要找的秘密就在水里。不无可能，我这就下水看看。风道哥，这里交给你，以防有人偷袭。这你大可放心。不过司空兄弟水性如何？野外跑惯了，不至于太差。好，这是我的事，应该由我。我们有一样的手纹，这件事多少也与我相关，我会小心别死，不给你添麻烦。我去取就回。这水清澈的叫人害怕，但明明才看司空兄弟下去，怎么一下子连人影都不见了？里头真的有剑木原形木身？别担心，木野姐姐，司空大哥本事那么好，他绝对会没事的。担心？我担心司空宇，一定是因为他持有手纹，只是这样而已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沐月，我在水里只看到这东西隐隐发亮，是不是你要找的剑木木身？
我的感觉很纯净。纯净？妖物也有纯净的吗？诸位，我是这座凝聚天水而成的湖泊的神灵，名唤灵仪，现在化为这孩童的模样，是因他之前不幸失足跌落在这湖泊里，于是我借用他的形貌方便与你们谈话。方才出手攻击，是因为有名女子强行取走正在施行术法的祭器，以致祭器失控，连带使我受其影响而失心狂暴。接着见你又取走祭器，我因以失心狂暴才会出手攻击。幸亏感应到主人气息，我才能及时找回本心。诸多失礼之处，请主人降罪。我不知道你的主人是谁，请不用这样多礼。我的感应不会有错，您的身上有我主人水神共工的气息。哎，原来如此。哼，卑劣小人，让你占了好处，当了他的便宜主人。如果这是祭器，那剑木木身在哪？剑木木身，那个以神器固持真身冰存在这天湖中的剑木原型木身吗？他好多年前就已经离开这里了。离开这里了？怎么会？他不是没有金元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你可以说说详细情形吗？羡慕木身冰存在这座湖水中时，我因为他灵力与神器力量的帮助，很快就化出形体。我也同时共享了他的部分感受跟回忆，那是发生在很久远以前的事。在一个日食的日子，有个巨大的阵法出现，天地产生了极大变化，最后在术法完成时，剑木粉碎了。在剑木的记忆中，他似乎对于施行阵法那件事，不对，是对一名乐师有着很深的怨恨。乐师？是的，专司抚琴。那时我曾听说，在颛顼治下有位琴师与青鱼十分要好，难不成是他？可是青鱼为什么要恨他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似乎见过那名乐师，就是他把剑木木身带来的。答应给你的曲子，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弹给你听了。真希望未来那个后人唤醒你的时候，你还能记得这首曲子。算了，还是忘了的好，把曲子和我都忘了，就像没遇到我的时候那样，好好的活着，活下去。他带来神器伏羲琴，取下琴身一角，用以施术固持剑木，并将剑木放入水里。那时他接触水面的手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柔，还有他满心对剑木强烈的不舍与歉意。你是说乐师害了剑木，又把他带到这里？嗯。那他后来去了哪儿？我只知道他化作一位青衣男子，还带走了神器伏羲琴。青鱼，原来真的是他，真的是青鱼。他要帮相柳找出剑木，毁去这片大地。青鱼，你怎会变得如此？古神不是说有位女子把剑木晶圆交给他照顾，那名女子会不会就是那位乐师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青鱼应该没理由恨乐师才对呀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木叶姐姐，你不是说他以前不是这样坏的人，会不会就是这件事害的？也许只要我们替他把误会解开，他会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召唤剑木，让木叶姐姐回到华胥。我的王子妃真的好单纯。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吗？何不试试看？可以一试。为青鱼解除误会，让他愿意转而帮助我，但他害死了我的亲人，是我的仇人。我想亲手复仇的决心从未改变，但若我杀了他，那木月，木月说过，拥有手纹的人承担的责任更是无比庞大。原来这庞大的责任中还包含如此两难的抉择。
为何你肯跟我们说这么多？没有肯与不肯，我只是说出我知道的事。你们的争权夺利与我无关，我只想静静在这山林里净化这山中的晦气。谢谢你。还有一件事我想再请教你，古神说过要在过去绝地天通的祭坛施术才能照出剑幕，你是否知道详细地点在哪儿？晴天地缝。晴天地缝，我知道此处，在宫中便已听闻该处风景特异，没想到竟是绝地天通的施行处。青鱼他们的目的地应该也是那里，咱们就去会一会。木叶姐姐，我们只要去那里，等见到青鱼时好好跟他解释清楚，说不定他就会帮助木叶姐姐登天，让你回家了。喂，放出飞鹰之后会有官员来此地协助，这里也能尽快恢复原貌。那咱们也补给一下之后出发前往的什么晴天地缝吧。司空大哥在看什么呢？昨夜的那座山头，我还以为妖物都想登天门取得神力，要不就像妖灵一样利用人害人，没想到世上还有像林姨那样只念着修身行善没想过其他的妖物。轩辕后人，你以为登天门真有那么容易？想登天门取神力是有条件的。又是你，你又要说什么迷惑大家？迷惑？是不是迷惑？你小子要不要问问一旁这个天人？那个玄道几中的共工，听你说的这么有根有据，难不成你以前也登过天门？不然怎么知道？登过天门又如何？我空有一身神力，当年也只能眼睁睁见我心爱之人受轩辕氏和卑劣小人所害，与我生死永隔，终生不得相见。我处心积虑，丫头，你说这神力有何用？方才你说的条件是指什么？你去问他，跟轩辕后人。你说什么？轩辕后人，你的先祖跟华胥国人做了什么交易？难道你都不知道？可怜呀，你连自己身上流的血脉是什么来历都不明白。看来那家伙收拾功夫做得可真好，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都清除得一干二净。哼，你这时候怎么不说话了？别藏私，把知道的说给大家听听。这与他们都不相干。不相干？不相干？共成他的福泽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相干。又是他，卑劣小人，只会这招吗？卑劣小人，不是要准备补给吗？是啊，再拖下去，日食都要过了。都怪我没事问什么怪问题。走吧，走吧。